歡迎收看 Fit 開有條路。阿堅啊，聽歌就有首啊思覺失調啦。咁但係你對思覺失調呢個病真係有幾多了解呢？以我所知啊，應該患者係好多幻覺啦，好多疑心啦，同埋好脱離現實嘅感覺係。我話聽講過咧，當個腦袋啊承受唔起外來嘅壓力之後咧，思覺失調就會出現。究竟我哋所講嘅嘢又啱唔啱嘅咧？不如請嚟我哋今日嘅嘉賓，就係精神科專科醫生麥啟樂醫生，同我哋講下思覺失調。思覺失調，我相信人人都有聽過。有時咧，你都會用思覺失調嚟到取笑一啲朋友添。譬如咧，你同佢講嘢，或者佢突然間咧有一啲好唔正常嘅反應，都話：，思覺失調啊，你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嘅方法啦，或者呢一個取笑方法，當然咧唔係好啱啦。正確嘅思覺失調係點樣咧？我哋認識一下啦。請教阿麥醫生先。思覺失調係一種點樣嘅毛病咧？嗱，思覺失調其實係一個腦袋嘅疾病嚟嘅。咁個名字其實即係我諗講得幾好嘅，就係、是、思想同埋個感覺出現咗一個問題嚇，即、就、係、是、失調咗嚇。咁思想即係當然係個思維啦嚇，或者個邏輯啊嚇、分析啊之類嘅嘢啦嚇。咁覺就係所謂我哋嘅五種嘅感覺啦，例如就係視覺啦、聽覺啦、嗅覺啦、觸覺啦。味覺啦嚇，咁都有機會出現一種嘅即係失調嘅錯誤，變成咧就係病人接收咗某一啲嘅觸覺或者視覺嘅嘢，佢分析出嚟嘅問題係搞亂咗嚇，因而引致佢做一啲相應嘅行為出嚟，而呢個行為咧喺外界嘅人嚟講睇成咧就係一種好古怪嘅行為嚇，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喺學名上一個思覺失調係咁得嚟嘅。麥醫生，你頭先咧一開始已經好強調呢一個係一個腦袋嘅疾病，同我認知有少少唔同，因為我成日覺得思覺失調咧係一種心理嘅問題，嚇成日認住疑神疑鬼咁樣啦，或者聽到一啲咧唔存在一啲聲音，但係原來係一個腦袋喺功能上嘅一啲嘅出現有啲問題先會導致喎。嚇，冇錯，一定要再強烈一次嘅即係重點嚇去講，就係係一個腦袋嘅疾病。等於我哋嘅心肝脾肺腎嚇，可能難啲去俾人哋去聯想到佢係點樣病發嚇，因為佢唔係一個瘤啦，或者出血啦，或者咩炎症啦，係有其他嘅一啲，譬如話檢測啊，一啲掃描啊，可以掃到出嚟嚇，因為裏邊咧涉及嘅係一啲好微細嘅一啲嘅分泌。我哋所俗稱有啲分泌叫多巴胺啦，我聽過，係啦，谷氨酸啦，或者血清素啦之類之間，佢哋互相嘅失衡，令到個功能上，即係佢接收嘅嘢咧係出咗問題。咁而呢個人佢喺當中接收呢個嘢出咗問題咧，佢當然自然就用佢自己嘅理解去分析啊，點解我會接收到呢啲事，因而做出相應嘅行為，但係。由於佢係錯嘅，咁所以外間人咧就會覺得，哇！佢係咪有啲傻咗，或者係好似唔係好妥，係咁嘅意思。咁啊，人好地地，點解個腦袋又會出現咗個問題，或者出現咗呢個思覺失調嘅呢個病？問得好嘅，就因為咧，我哋好多科學研究而家做咗咧，其實做咗好多跟蹤調查啦，推早翻去睇下佢個病歷啊，究竟係點，甚或至查埋佢屋企人。嘅病史咧，發覺咧係有好部分嘅人咧嚇，佢係有一個遺傳性嘅嚇，咁亦都咧因為遺傳性嘅影響咧，令到佢個腦袋嗰個結構係相對先天係比人家亦比人家咧係脆弱啲嘅嚇，咁再加上後天一啲可能佢嘅壓力啦嚇。譬如話，因為大部分發病嘅時候咧，啲都係啲後生仔，後生仔居多，係啦。咁咧，所以可能喺屋企嘅壓力啦、讀書啦，或者家庭上高嗰個情況唔係咁理想啦嚇，咁佢會有好多呢啲外在嘅因素誘發咗佢呢一個病出嚟嘅。咁喺香港多唔多呢個病例或者係病發有一個病人？喺我哋做過一個。
即係全世界好多系統性嘅研究咧，平均我哋發覺佢個病發率咧係大概係100個人裏邊咧係有一個嘅病發嘅可能性。咁即是話咧，每一個100個人當中可能有一個嚇會係有出現思覺失調嘅問題。都唔少嘅，7萬多人到嘅，即係你預算可能係有7萬多人嘅。係呢、這個算唔算係一個都市病咧？嗱，譬如嗱，我冇一個好正式嘅統計啦、你喺一啲可能以農村嚇做經濟支柱嘅地方，你又好少聽到話會有思覺失調嘅。咁所以呢個壓力會唔會真係一個主要原因，令到加埋呢啲先天嘅因素啦、加加埋埋？令到個都市病係會比較明顯啲咧，係嗱壓力，我諗唔可以話界定都市人就一定係多壓力啲嘅嚇。佢農村可能一個即係失收嚇，或者係會冇嘢種出嚟係嘛，或者佢哋屋企發生咗一啲事，都有機會係對嗰個人嚟講一種壓力嘅。咁而誘發咗個病嚇，咁所以呢個同喺農村定係都市，我諗唔係太直接嘅。雖然咧，都市就即係因為你成日見口見面，係啊，咁人會比較睇得到，容易每天都見到你，咁所以佢會留意到你嘅變化啊。但係農村可能個人口密度唔高，好日都唔會見到阿四叔個阿仔係點嘅樣，係嘛？咁變成咧就都冇乜察覺，都唔定。係。咁但係其實個平均嘅病發率咧係冇乜分別嘅。個病徵係點咧？嗱，我哋成日聽到啲人講話係有幻聽啦，而阿麥醫生就講話其實嗰個五官都其實好廣泛嘅，所有嘢都包括咗落去。咁會唔會話邊一個觸覺嚇個聽會唔會聽覺比較明顯啲？喺五個感覺嘅範疇嚟講咧，最常見就係會提個聽覺嚇，即係所謂我哋嘅幻聽嚇。幻聽即係話聽到一啲聲音同你講嘢。而嗰個人講嘅嘢，個人唔存在嘅，或者係根本唔可能喺附近嘅，咁第二咧，我哋最常見就係視覺嚇，嗰啲人就會見到一啲人家見唔到嘅嘢，好多人就以為佢係撞鬼啊，係啊，撞鬼啊之類嚇，咁呢個咧都係比較常見嘅。其他嗅覺啊、觸覺啊，甚至係味覺咧。咁呢一個咧就反而係比較少，但係亦都係比較屬於一種嚴重係原因，就係可能係同個腦袋實質係有其他嘅問題，例如腫瘤啊，或者係其他嘅因素有關。依家麥醫生，我突然之間好驚，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演員咧，喺方法演技嚟講咧，成日都要呃自己話要有個真實感嘅。你本來明明係睇唔到嘅，但係要呃自己你睇得到。咁啊，你聽唔到嘅，你要呃自己聽得到。有啲感覺你係感受唔到嘅，你要真係呃自己。你喺嗰個，譬如一個火爐入邊，或者喺一個冰天雪地嘅地方，咁又會唔會係影響到往後再正常生活嘅時候，都會影響到個大腦咧？可以咁講啦，你喺一個演員嘅裏邊，你都係一個有限嘅時間咯，嚇。咁同你真係病嗰個人係。長年累月24小時都係處於嗰個狀況，咁我諗嗰個程度無論即係都有分別嘅嚇，咁唔會話演員特別多會即係有思覺失調嚇，只不過可能我哋聽過啲人話抽離唔到，係喺嗰方面，咁但係唔代表佢係真係思覺失調嚇，唔係幻想個腦袋而引起嘅問題。係啦，但係個時間上面啦，思覺失調如果真係一啲嘅患者嘅話，佢呢一個嘅狀況或者嗰個病徵咧，佢要維持幾耐到先叫思覺失調咧？一般嘅醫學上咧，我哋會覺得佢咧，如果有差不多2個星期連續都係有咁嘅情況咧，都開始需要知道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急性嘅思覺失調嚇，而冇藥物冇任何幫助，繼續有佢。發展下去咧，其實呢個病係會越嚟越差，唔會停嘅。你拍戲都有機會停，係喎，係嘛？或者拍戲你都會翻去瞓覺，係嘛？但係呢個病係會由你擘大眼開始發病，到你夜晚休息會休息唔到，因為你不停都係有一啲嘅騷擾，所謂嘅聲音嘅騷擾，睇到嘅嘢或者啲所謂佢哋嘅鬼嘅騷擾嚇之類嘅嘢。咁所以呢個情況係完全唔同，同埋個嚴重性係高好多。
咁我可以大概分野到咩為之嘅思覺失調啦。咁我哋陣間翻嚟咧，不如繼續請教麥醫生啦。嗰、那個思覺失調對於患者嘅影響喺邊幾方面？我哋又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轉頭見。思覺失調咧，其實康復咧主要四個因素嘅。第一就係你係咪能夠保持食藥嘅依從性。第二咧就係你有冇一個家族嘅病史。第三就係咧你能唔能夠係及早發現、及早去就醫診治。咁第四最重要咧就是保持病唔會復發，因為每次一個復發咧，後好翻嘅機會咧，或者要服用時間嘅藥物嘅機會都越嚟越長。繼續 fit 開有條路，我哋講開思覺失調啦。我自己有啲好奇，就係諗到一個現象嘅。如果一個人佢真係有幻聽或者係幻覺，但係佢當冇件事啦，我同佢做咗 friend 啦已經。咁呢個又算唔算思覺失調咧？係咪要去到話真係好影響佢嘅日常生活嚇？佢嘅思維啊或者行為有啲嘅錯亂，呢、這個算係確診或者有病咧？係。如果以思覺失調嘅定義，頭先所講係個腦袋嘅問題啦嚇。腦袋的問題是不會隨著你長時間看到一些幻視或者聽到幻聽而沒有其他即腦袋裡面的影響的，包括你的 思想、記憶、執行力、分析力是完全可以避開沒有受影響，這個是不可能的幾乎上、啊、所以、如果你不處理這個病、啊咁你個腦嘅功能咧，只會慢慢係即係步向一個即係越嚟越嗰個差，或者係越嚟越即係衰退嘅階段。咁所以咧，唔會存在純幻視幻聽。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咧，我哋係會要再考慮有冇其他嘅即係原因或者因素嘅嚇。咁會唔會有啲係受藥物影響而出現嘅思覺失調呢？啊，絕對有。有好多嘅我哋所謂軟性藥物，包括我哋而家坊間有即係 K 仔啊、冰毒啊嚇，或者大麻之類嘅嘢咧，其實裏面嘅成分咧係會直接影響我哋頭先所講腦袋嘅分泌嚇，本身佢可能正常嘅，係因為你吸食咗呢啲嘅即係化學人工嘅嘢。是令到佢出現咗失調，就類似發生咗思覺失調。頭先我哋所講嗰幾個，即係妄想啦，或者係有啲嘅幻聽幻覺嘅情況出現啦。咁啊，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其實個患者本身察唔察覺到自己有問題嘅咧，定話係通常去揾你睇醫生嘅人都會有人夾住佢嚟，喂，佢真係有啲問題啦，你幫我睇一睇佢係咪真係患上啲思覺失調嘅情況咧？絕大部分咧。在初期尤其是由於他是即係親身感受嗰個變化的人嚇，佢由可能普通冇嘢，到慢慢覺得可能有一些感覺，他覺得不係幾對路，開始而有一些相應的行為做咗出嚟，但係外間的人係會覺得開始越嚟越怪啦。咁，但係佢喺身在其中咧，係難以去辨識究竟呢個是真與假嘅。咁除非佢個情況差到個地步，係出面嘅人已經覺得佢好唔掂，或者佢份工已經做唔到啦，翻唔到工啦，佢可能因為帶住唔開心嚟揾我哋，或者係屋企人見到佢越嚟越唔妥，就帶佢過嚟睇醫生都有。咁啊，麥醫生啊，一般病人咧，或者係佢身邊屋企人啦，係多數係痿疾嘅醫多啊，定係都好啊？而家好開明噶啦，都喺現今香港華人社會咧，都仍然覺得腦袋好少會病。係，除咗生腫瘤之外，除咗腫瘤啊或者中風之外咧，係唔可能有其他嘢嘅。咁主要原因，因為我哋對個腦袋有其他好多方面嘅功能係唔認識，包括頭先所講嘅接觸嘅感覺啊。思考分析能力，咁呢啲如果出咗問題咧，係唔會有啲咩嘢可以檢測到啊，或者掃描做得到嘅，咁變成咧就係有類似呢啲問題咧，只係人家會覺得你唔夠努力啦，意志力唔夠堅定啦，嚇唔夠堅強啦，你個性格懦弱啦，好多負面或者覺得你渣嚇呢一個嘅一種嘅思維出發，變成好多人咧就會感覺，如果我去因為呢樣嘢去睇醫生咧。
即係話我認衰啦嚇，我係覺得我渣啦嚇，咁變相都會因為咁而去諱疾忌醫，再加上以前我哋喺藥物上治療上個方法係比較單一同埋狹窄嚇，而嗰個藥本身亦都有相對多嘅副作用。令到人的感覺覺得睇精神科或者係思覺失調食嘅藥咧係有好大嘅副作用，會食到個人牛牛豆豆，或者好呆。咁呢啲情況都係令到即係嗰個患者或者家人咧係好避忌，係去揾精神科醫生係去做診斷同埋治療。即係去揾你診斷，因為呢個係關乎一個腦袋上嘅功能失調嘛。多巴胺可能係即係分泌多咗，你又唔可以開腦去抽血，睇下你嘅多巴胺嘅水平去咗幾多先。咁你點樣去診斷佢？你真係有思覺失調啦。咁其實我哋係主要係集中好多唔同嘅病徵，佢即係講嘅嚇，甚或至咧同佢即係做呢一個面談之間咧，我哋會提出一啲問題，或者係客觀地留意佢對某一啲嘢嘅反應嚇，甚或至同佢屋企人好詳盡嘅了解佢平日嘅生活。其實多多少少咧，可以咁講，我哋都會知道其實佢係活緊喺一個咩世界嚇，從而咧解釋得到佢現今佢困擾緊佢嘅行為係啲乜嘢。所以呢個臨床的診斷是最重要的。咁當然有個案分享一下，郭輝，你會問佢啲咩問題？可唔可以透露得有啲客觀嘅嘢？問佢兩句已經覺得應該有。譬如話佢話佢有幻聽，係嘛？咁我可以話，咁你個幻聽係點嘅咧？咁佢話好真實嘅嚇，有個人真係喺身邊同佢講。咁我話你見唔見到嗰個人㗎？佢話見唔到。咁呢個已經其實是一種問號啦嚇，咁點解會人哋同你講嘢，你見唔到嗰個人嘅咧？咁佢原來跟住話，佢可能係千里傳音啦嚇，咁千里傳音呢個只係武俠小説可能發生嘅啦，係咪？咁呢樣嘢其實唔係一個現實環境可以做到嘅嘢咧，我哋就會有啲懷疑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好即係 borderline 嘅個案嚇，例如話我成日聽到樓上有人嚇作嘢或者係講嘢，我都真係聽到樓上好作嘢，咁好困擾嚇。咁但係咧，你會問啊，咁佢點樣作法啊？係嘛？係咪由朝作到晚啊？係咪即係人哋應該唔准噪音嘅時候佢都作啊？嚇，甚或至咧屋企人有冇聽到咧？嚇，屋企人會唔會同樣地都聽到呢啲嘢咧？甚或至我問佢會你點睇人哋作嘢咧？係純粹真係工程啊，定係佢特登玩你啊，係嘛？或者佢有好多病人都話佢係特登整我嘅。我翻嚟咧，佢就會整呢啲聲噶啦。我出街咧，佢唔會做嘅。嚇，咁呢啲其實就有少少偏離現實。咁呢啲偏離現實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好大嘅懷疑，究竟佢係咪一個思覺失調？咁頭先啊，麥醫生你啊好開頭提過咧，喺年青人咧都會病發嘅呢個思覺失調。咁喺小朋友又會唔會有思覺失調呢個疾病出現？有嘅嚇。如果你話係細蚊仔係十歲留下嘅，我哋都見過，不過唔多嚇，因為我哋做個統計都係話喺十五歲以上嚇嗰個病發率開始慢慢高嚇，去到三十歲到其實呢個高峰期嚇就係會係最多。即係呢啲個情況嘅歲數嘅人發病嚇咁嘅意思。治療嘅方向咧，除咗話同你傾偈啦，係咪都用藥？你頭先都講到話，以前大家都好怕用藥啦，因為有副作用啊，食到好呆啊。而家啲藥係咪好大改善㗎啦？都呢個病係腦袋嘅疾病，心理輔導係唔會有任何作用。咁所以有啲人咧，為疾忌醫到啦，我睇輔導啦，或者我去做一啲心理治療啦，睇下得唔得先啦。而去延醫咗嗰個時間咧，係對個病者康復咧構成好大影響。所以第一樣嘢一定要去睇醫生，做咗相關嘅檢測，排除咗任何身體上其他嘅可能性，或者有啲荷爾蒙嘅影響之後，我哋就一定要係當機立斷要處方一啲啱嘅藥物。而啲藥物咧，包括即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其實好多新嘅藥嚇，無論係口服藥、針藥嚇。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藥物去幫他即時控制和調慢慢調節翻個腦分泌係能夠恢復翻佢一個健康嘅。咁尤其是針藥嚟講咧，就更加能夠可以俾到佢咧係一個冇乜心理上嘅負擔，包括我唔需要日日提自己食藥啦，唔會令到屋企人覺得啊佢咧會唔會冇食藥啦嚇。而因為針藥一次咧係保持一至三個月。到嘅一個嘅穩定期
咁所以喺呢一啲嘅狀況之下咧，有咁多款唔同嘅選擇咧，係可以咁講咧，嗰個病係可以完全咧係可以康復過嚟。哦，康復到添啊！哦，咁都好正面下喎。所以聽完麥醫生所講咧，有兩樣嘢：一時間好重要，不能夠諱疾忌醫；第二咧就係一定要食藥，唔係話去傾下偈啊，或者自己去揾啲朋友去輔導下啦，咁就算搞得掂嘅。所以咧一定要對症下藥。好啦，今日多謝曬麥醫生嘅分享，我哋下一集嘅 Fit 開有條路再見，拜拜。好，大家好啊！如果大家想喺屋企做啲阻力或者伸展訓練嘅話，橡筋帶會好嘅選擇嚟嘅。嚟緊呢幾集，我哋會為大家介紹翻幾款阻力訓練同埋伸展訓練嘅。嚟緊咧，我哋會為大家介紹一個胸肌嘅伸展嘅。咁啊，首先雙手緊握橡筋繩嘅兩端啦，然之後慢慢提起，直至到去到頸後 feel 到胸肌呢個位置有少少拉扯嘅時候，就 hold 住大約10秒，然之後呼氣翻去開始嘅位置。重複10次為一組就可以㗎了。